大家好，我是浩尔，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一只看起来长得很猥亵的角色——元素。界元素，那边是界元素的，原本的元素比较烂啊，界限就是界加了界这个字，就是界限突破，稍微强一点点，但是不过他原本的能力在最初的三国杀就是一样了，原版的比较强，后来出了一只元素比较烂，那两个位置就调换过来而已。那我们就直接看第一个技能，摸牌阶段你可以改摸擦张牌，擦为全场的势力数，势力有什么？有哪些？喂。然后群雄，我自己就是群雄了，所以我只要场上有位数五的话，朋友就可以摸四张牌哦，干，好强哦！那弃牌阶段的时候，一支一张牌，或是失去一点体力，这就是一个用摸四张牌的技能，但是你必须付出代价。张牌，甚至是弃牌阶段的时候，你需要失去一点体力，哎，不太妙哦。那第二个技能叫觉醒技啊，如果我已经三个回合，自己的回合都没有失去过体力，有扣血没关系哦，别人对我造成伤害，那我扣一滴没关系。那失去体力就是张春华那一种，就打你，然后你是流失体力的，那就不行。那如果我三回合都这样过的话，可以加一点体力上限，然后恢复一点体力，好不好？这边是四滴血，那我就可以变成五滴血。那假设我刚好是四滴血的状态，我变成五滴血，可以恢复一点体力，变五滴的满上限跟恢复都有。对，那选择一项技能，我可以获得望尊。主攻的回合的时候，我可以摸一张牌，还不错，这个技能看起来还不错。第二个技能就是摸两张牌，然后获得主攻的主攻技。哦哦，酷洛洛是你，酷洛洛，好，没事。那我们不要再二了，我们就直接来玩一场试试看。八人局啊，通常这个元素都会出现在八人局啊，八人局最好玩。八，那左边这边有我的那个频道 YouTube 的，可以按一下。那哔哩哔哩的也有。那我们这一局是忠诚哦，但是我们是八号位。如果一开始主攻就直接打我们的话，有一个保护效果，就是代表队友可能不太会打我。反贼啊，反贼不太会打我。那看主攻要打谁，打我的话，我应该会唉，觉得干，为什么要打我？那是个盲狙的时代。生活也是，那这边主要刷就是刷这种防御卡，你看刷出来有杀有闪有无懈可击，这个防御性强到不行。如果这张闪是逃的话会更好，但是不错，这样就不错了，这样已经超过评估大概92分吧。光直接过掉了、哦，那明理的主攻曹冲，这个人。他的技能很无耻，可以来玩玩看这个技能，这个技能很无耻。下一回合，下次吧，下回影片介绍给你们看这一只，变强。那这张无中生有打了，没人要取消无懈可击，上了一个闪电，上一个闪电是，哎呦。打下家，所以他有机会是队友，也有机会是反贼啊。但是反贼不太会打这个，如果他还是反贼的话，会很差、啊。所以反贼不太会打这个啊，贼顶多空过而已。所以高概率评估他是忠诚或是内奸，因为他不打主攻嘛，该是弃牌了。这有一个硬汉角色啊，马岱。那他如果不出闪的话，他要被潜袭了。这边你看他潜袭了吗？他扣一点体力上限，他刚刚是四滴血，但是他这边被扣一点体力上限，变成三滴血了。高概率是忠诚。这个是直接
蔡宗成，我们是不会帮他的，因为这两个人有一个人是内奸啊，我们是不会帮的，除非很明朗的知道一些位置啊。先这样，我在八号位不好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要三回合我才能觉醒，但我都是三回合的最后一位才觉醒，等于说我要过前面的这个七三二十一21次轮次，就很麻烦了。如果我是二号位的话，我过的轮次就会比较少。那是喝酒直接干起来了，他这边没有，但是没有到这个伤害啊。好，他没有牌了，看谁啊？好消息，那吕布呢？看一下吕布，吕布刚刚直接打了一张无懈可击哦，其实有点没必要，不知道是手上有好牌，还是说他其实才是内奸在演戏。好，他是反贼，他刚刚这样打，其实有点烂，打得不好，但无懈可击不该缴在自己队友身上的。很明显吕布刚刚是 有打错的意味在，那没关系，这个都是给机会，这些都是在给机会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手上也有无懈可击，那等等人家要是出一张像骚冲，他出一张决斗难血的怪，难血的角色好了，那我是可以无懈可击，别人是可以无懈可击掉的。他是不是又打他？哦，他应该是有无懈可击的，这样打。要怎么搞？我先拿了刀吧，先拿了刀。看一下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再拿了。其实没差啊，这些都是没差的操作啊。没有蜀国、吴国、魏国，很舒服。那你看他打了这张决斗，这时候那个人刚要是有扣着无懈可击的话，其实他是可以打的。那九杀是直接来了，不过这个人应该有机会，应该没机会。好，这里会救吗？救了，因为。这个人没有手牌，没救了。直接倒了一个反贼哦，也是直接倒一只的。对我们来讲，当然都是好事啊。曹操刚刚打的怎么样？哎，不太晓得他刚刚打的什么。刚好像是站在主攻边的，没关系，一样继续看，看了就知道。这张牌、啊，那我这边是打了一张闪。上了这个三号，那二号怎么打？这边他们是点，那二号这里是吃闪电的、哦。好像没得选，好像得救。看是要救这个二号还是救这个马岱，但是我会偏救二号，因为如果这三个都是反的话，偏向救鲁豫。他救了，所以这个人是反贼。如果他救的话，救了这个人去救了，这样，这两个人都没死，这个人救了，哇，这样吗？所以这个配置是这样吗？这里是三反吗？果然，好，他是反贼。那曹操是救错人哦，曹操这边是救错人哦。OK， 那这样事情就明朗了。他第一回合是装，不过他这一回合打得不好，打得很差，他也不猜这个乐不思蜀，妈的。让他身份出来，
哇，这个主公去救他。哎、欸，那这个人死去了吗？喂，主公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武器，他有可能会攻击曹操或是攻击我。我猜高几率攻击曹操，因为我打得很像内奸，所以他。那我们这里是不要救了，会让他复活的，让他再翻回来。得吃啊，这个我得吃，我的无懈可击要来解这张乐不思蜀。那他可以再拿几张牌过来。那孙鲁豫这三张是要被收掉的，他想要收这三张牌、啊，他吧，我们就不要三张牌就给他吧。让他们去死一死吧。不是，哇！我是快要受不了的了。个人一直在拿一些资源去救马岱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再去死吧！应该是有逃。这边得打了，因为有机会。哎、欸，他救到自己了，所以我们其实算打的还不错哦，我们其实算打的还不错哦，还可以哦。他应该会，哦，他有距离吧？他是没有距离的，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直接杀我。他有机会就是杀这个曹操，因为他现在很运气很好，他摸到武器跟一张杀，两张牌摸到武器跟杀的几率低到不行。对啦，这应该不会那么夸张。好，他摸到一张防具，还有杀，他往曹操这边杀了，曹操是应该会有闪的。所以这个人吕布，如果闪电没有中的情况下，吕布已经死了。我可能来卖的。还有一个群雄，一个魏国，一个吴国，还有三个势力，所以我的人还是可以摸三张牌的。OK， 那这个吕布死掉了，那是挺舒服的，挺舒服的。这样，不过这两个人，我不知道是我打的不好还是怎么回事。这两个人，他们都把资源拿去救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。不过没办法，这就是三国杀的魅力啊，跟面杀差不多。掉也没差，因为我身上还有乐不思蜀啊，所以我就是一个牺牲的角色，这也没办法。那他，我现在怕的是他把主公放死，他身上有很多张南蛮入侵跟万箭齐发，一张万箭齐发，两张南蛮入侵嘛，怕他把主公给放死。看主公可不可以喽？要是有一些杀，有一些闪的话，一些防御卡还撑得住。那这个人是要投降了没？这人还有机会赢哎、欸！他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机会。那我们这场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就是一些观念上压制，只是没什么秀到而已。不过就是压制观念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我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下面留言留下你们想要看的角色，然后我来帮你们介绍。拜拜。